花呀，哎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不久以前我还以为紫薇活不下去，一心只想跟她共存亡，可是你现在看，我看到她在笑，看到她在跳舞，还有这么多的光环围绕着，这些焰火就像生命力在闪光，那么灿烂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我也是啊，我常常回想着我们和小燕子认识以前的生活，几乎不敢相信那是怎么过的。哎，你看，每天上书房练功夫，每年最刺激的事就是和皇阿玛上山去狩猎。可是现在天天都是多彩多姿的，就是太刺激了。这个惊心动魄、胆战心惊这种成语已经不够用了。哎，小心一点。这么顽皮的，你改，你的头发比我多，咱们试试看。哎，来喽！好玩，好像真的很好玩啊！哎，不知道这个辫子如果真的烧着了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好啊，你烧我，我也烧你，烧着了你知道会怎么样了？哎，救命啊！看我追不追得到。老佛爷驾到。我就说刺激吧，你看时时刻刻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，这下子